以许久没有音乐动向的韩庚，在8月20号正式发布2013年唯一的运动单曲《X-Man》MV。这支 MV 里有时下年轻人最热衷的跑酷、极限单车、花式篮球等大量运动元素。韩庚在 MV 中化身运动召集人，展现了勇于挑战未知、坚持不妥协的运动精神。